你不觉得村长的反应很奇怪吗？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刻意隐瞒。喂，是我啦，文峰开始怀疑我了，怎么办呢？别犹豫了，就让文静先歇业吧。等我找到酱汁之后，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到底在台湾做什么？你干嘛理我？我哪有？是你说我对你没有吸引力的。你是啊。你说话。